Can you dig it? Can you dig it? Can you dig it? 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 Can you dig it 第十课啦。OK， 时间匆匆，好不好？我们已经很认真的拍到第十课。好，好，今天呢要教大家的呢就是 fader， 好，跟 channel 哦互相切换的一个节奏关系，好不好 ？Squish 这样玩更有乐趣，然后更有节奏感，好不好？首先呢，我们还是用这个声音，然后一个 beat 放下去，以反拍为主，反拍我们就切到底，来哦，好，以反拍，好，然后加上 channel 这个东西。动作，因为从来没有用过 fader， 对不对？没有用过 channel 去做那个 squish 的切换，所以一开始你一样练这样子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左手用棒的，好，然后右手 channel 推上去一下一下一下，好。两只手指头在上面，一只手指头拇指在下面，好，下来用这样推下来，上去拇指上去，好，然后它是有一个弧线的，好，它不是直的，好，它是你到这边的时候，它的拇指是这样呼这样飞上来的，好，比较不是这样硬的，都在底下，它是弧线的，好。就是，其实你 channel 跟 fader 都要多碰，都要多碰，好，就是不要说只碰 fader 就好了，好 ，channel 这些东西都要多碰，好，都要多碰，好。那一开始我们初学就是一下一下反拍，然后这个东西的练习呢，它就是会加深你的乐趣，好，看一下哦。变成有乐趣的东西，像你玩这样哦，右边的 channel 呢，它也可以关，好，然后它是确保你对那个拍子的一个稳定感，好不好？我们通常，我们如果刷，比如说以一个八来讲，我们刷到七八拍的时候，我们把它关掉，第一拍就推出来，好，一二三四五。
七八，一二好，二三，推到一二七八，哦，这样子，它配合这个曲哦。或关第六拍也可以的。1 2 3 4 5 6 7 8。它就音乐，它你就可以把它那个拍子卡掉。好，有时候那个我们那个饶舌歌演唱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做这样，对，好，就是 grooving 的节奏上面一个变化，让大家更深刻。好，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关掉，然后刷，第一拍的时候再丢出来这样子，然后再做这个这样子，好，示范一下，延续的。刷，好，这个东西就可以，就是让听觉上更不一样，这样子。好，祝大家练习成功愉快。然后再来就是 juggle， 好不好？然后刚才就是我们那个摄影师淡水二五一 Jimmy， 发个声音，好，这就是 Jimmy 的声音。他问我说，我们最近是不是没有教那个接歌？对，因为哦，接歌有时候他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譬如说，我现在觉得接歌他可能是要讲那个 flow 的东西，好，他可能一拍下来，我要花20分钟去接那个 flow 出来给你听。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那个摄影机也会受不了，摄影师手也会酸，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讲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啦。对，那听歌，如果说听歌 flow 那些东西。其实你就是要多听歌，然后把它接好，好，听歌是一定要的，好不好？多听歌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带给大家简单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要学，那你就来。对，其实这些技术上的东西，影片也不见得完全可以，可是也有可以的，好不好？所以就是你还是要来当场来学这个东西，有人指导会比较快。啊，有些东西是你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有些人可能他真的看影片他就学会了，好不好？只要认真啊，认真你练习哦，你看影片学会是一定的。好，所以 Jimmy， 我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OK 好，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看到我这边这个，因为前几天打球遇到一队太暴力的，他直接把我这边撞到流血，对，而且我还进，那球我进了，然后我觉得很帅。就后来我说，怎么流血？对，好，接下来呢是 juggle， 我们今天也是会练习这个 fader 的切换的东西。好，那我切换的点是在二反拍、二横拍。好，要做这个东西，你听一下哈。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好，没关系，你就一样可以用一张唱片来练。然后一只手 OK 之后，再切换为两只手。好，它是二连拍，然后噔噔噔，第二拍的时候，二连拍的时候丢过去，一、二，就丢过去，抓，丢，抓，丢，抓，丢。那个玩唱盘的人，他会这样，他其实就是在用那个人工的方式做那个 delay 的感觉。你看啊，如果我抓第二拍，好，然后他第二拍的时候我也丢，好，玩他半拍，好，玩这个的半拍。练习这个跟这个，好不好？就这样子，抓狗就这样子。好，又到秀一下的时间，先秀一下的时间，就是秀 NPC， 好不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儿时年轻热血的回忆，好不好？那个灌篮高手，好不好？来，灌篮高手 NPC， 算了。好，有听到野狗在叫吗？因为我们家外面刚好住那个 DMX。好吧，所以听到很多野狗汪汪汪。DMX 呢是纽约的一个饶舌歌手，好吧，他的歌曲里面都会先有狗在叫，呜呜呜。
Can you dig it？ 我们下次见啊 ！Can you？